总算我的包裹到了。我简直要给自己鼓一个掌，甚至有一个包裹是已经它的寄送时间长到我都不记得买了这么一个东西了。开始给大家开箱起来，我就先从小的开始讲。这个呢是我最先买的，我全部都已经就打开，就是知道的哪个包裹是哪个包裹，因为一下子收到太多包裹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这个呢是彼得兔的一个纪念币，我之前就一直没有买到，然后这次我之前刚好呢是在那个红领巾，就英国红领巾那边看到彼得兔打75折，然后我就买了。它的纪念币就很重的，但是我买的不是彼得兔，因为彼得兔他家族有很多很多东西嘛，然后我买的是Flopsy Bunny， 因为我之前是在湖区的，在我在湖区就住了那么多年，我对彼得兔是很有那个怎么说，就是我对彼得兔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因为那个Beatrice Potter Attraction 也是在湖区那边嘛。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它是一个50p 的硬币，但它这一面是彩色的，后面是一个正常的硬币。抢到这个Flopsy Bunny 我觉得好好看啊，它因为有那个彼得兔的，但是我觉得彼得兔的看起来没有那么可爱，我就最后买的是这个 Flopsy Bunny， 因为我觉得好看啊，特别好看。我每次去彼得兔的那个 attraction 我都会去买他们的纪念品，但是搬家的时候人家不记得把我那个彼得兔的一个公仔搬过来，我还挺伤心的。这一箱就开完，这箱是一个非常幼稚非常童趣的一袋。另外一个呢不是网购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前几天那个 LP 打折，然后我刚好就囤了那个 La Prairie 的蓝水，就刚好囤了2瓶。我最爱用就是 La Prairie 家，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然后我也觉得目前用下来最好用的就是这一款，就是它的蓝水，叫做那个Cellular Refining Lotion。 我觉得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滋润效果很好，然后呢补水的效果也很好，然后价格的话至少在 La Prairie 这条这个牌子来说不是特别的贵，而且它配合我的那个 Dr. Ariba Ghost 那部仪器用起来是个很好用的水。然后因为平时不打折，你说它贵不是特别贵，但是要95欧，那打折的话我买的价格差不多70来欧的样子，我就觉得还是蛮划算的，我就买了。接下来这些呢都是 feel unique 的还有一单是 The Ordinary 的。我先从最大箱的开始讲吧，因为 The Ordinary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单，是我刚好最近种草的，所以我可以慢慢给你们讲。那首先的呢我就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John Freda 的染发剂，因为我喜欢染比较浅的头发，一般的这种染发剂你是不可能说把自己的头发染得完全像图片一样的，所以我看它的因为我经常用他们家的，我就对于他们家的颜色比较了解，我就知道 9A 这个颜色最后染出来的效果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比较 blondy， 然后又不会说太过于 blonde， 然后就 blonde 到把整个人 wash out 的那种颜色，我就觉得这个颜色我还是很喜欢的。它这颜色就是 9A Light Ash Blonde， 然后这个牌子意大利没有的卖，就意大利的那种药妆店啊什么的没有的卖，所以我刚好我记得是 Feel Unique 上面有，所以我就在 Feel Unique 上买了三盒，其实都不太够，但是他们一次性只能最多下单3个，然后因为我的头发的量很多，我之前用他们这个染头发的话基本上是要染4瓶，就要染得非常非常好的话是要4瓶，然后3瓶的话是勉强够，但是呢一定要手法很精细，然后我就这次买了3瓶，因为目前来说我还不需要染头发，我就可以先囤着，到时候需要染的时候呢我再说把它用。John Freda 是我用过的这种泡沫染发或者说 DIY 染发最好用的产品，我一直都是用他们家的。那就是我买的洗发水，因为那个 Feel Unique 上面那个卡诗打折打得很过分，真的打折打得超便宜的。这个是我最爱用，就是他们家的洗发水里面我最常用最爱用的那个 Nutritive Balm Sting， 然后是一号，是 Balm Satin 一号，是 Arisan 的这一个，然后它是两个的组合是一共是33磅，它原来每卖一个好像都要20多磅，然后我又很喜欢用这个洗发水，我就买了2罐它的洗发水，我现在真的已经是完全不买护发素这种东西了。其实这一单主要是因为那个卡诗打折所以我才会买的。另外两个在卡诗家买的东西呢就是他们的头皮的一个精华，我很早之前就种草了但是没有用过，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一个 Specific， 然后是针对那种头发就是头皮的护理的，这个是 anti dandruff，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买的是说 intense anti thinning care， 就是可以把头发就是护理的比较厚一点的这一个。这两个就是我之前种草了很久，其实还有几个其他的我也很种草，但是那几个已经 sold out 了，然后在没有 sold out 的里面呢这两个是我最想试的，所以这两个我也就是都买了一盒我想说试试看好不好用，因为卡诗家的头发产品我真的超级超级的相信。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囤货，但是呢买了这个之后我才发现，我好像还有一罐就是还有一罐就不是同一个系列，但是还有一罐放在存货里面。而这个呢就是卡诗的发油，这一个是 Alexa Ultimate， 然后是Rose， 就是玫瑰味道，是针对染烫损伤的，就它的瓶子也就是很美貌的一个这样子的粉红色的纸盒，它里面也是粉红色的，就是这样。那现在的话这个呢又变成了我的存货，然后我要先把我之前那一罐新的，因为藏得太角落我现在没有找到，然后我就要把那一罐先用完然后再开这一个。但是呢两罐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发油，他们家的发油有两款是很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 Rose， 还有就是这个系列出来之前最经典的那个蜂王精华还是什么精华的那个发油，那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用的看到我在开箱你就知道我有多喜欢卡诗了吧。
然后这一单呢，我基本上都买的是头发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人生中用过最好用的hair spray， 这个是TG Bad Head 这个系列的。另外一个Bad Head 家的呢，这个就是 OB Hive 的一个 dry shampoo， 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的头发的东西真的非常好用。我不是特别喜欢 Batiste 的那个dry shampoo， 觉得那个喷起来头很奇怪，然后加上我经常忙起来，我就会不记得洗头这件事，包括我现在也是忘记洗头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买一个这种 dry shampoo， 我就买了一个，没有听过很多人提过，但是这个牌子的那个像那个 hair spray 啊，然后 dry shampoo 啊，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一单唯一一个美妆的东西呢，就是一个 Huda Beauty 的这个眼影盘。你看到这个啊，它好小，我原来以为它很大，它真的好小，它只有我的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绿色系列，这个叫做 Emerald Obsession， 就写在这个地方，就 Emerald Obsession， 好绿啊，它绿的我好喜欢啊，这个绿真的好漂亮啊。可能就是单独作为一个画眼妆的来说，它不是那么好画，但是它用来配其他的眼影的话，这个颜色啊真的太亮丽了。但是哦，这粉质真的好糯，很清透哎。我沾的是这个颜色，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这个很清透的绿色。我沾一个那 matte 的绿色来试，我手太干了。咦，怎么感觉有点 chalky？ 但是好像也 OK。哇，这绿色真的好好看，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绿色？我真的好喜欢绿色。我觉得 Feel Unique 上面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送礼品送的还蛮抠门的。他送了那个Bumble and Bumble 的一个Sickening Shampoo 和 Sickening Conditioner， 以及这个是一个切尔氏的那个面膜，就是赠品，真的很少。我下的第二单 Feel Unique 这个单买的东西是真的很多，因为这单是我一开始想要说就是挑一点 The Ordinary 的东西买嘛，但是挑不下来，就是挑来挑去就感觉。大家的功课我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全面，然后我就挑来挑去，就挑了很多很多他们家的东西。先从两个不是The Ordinary 家的东西讲吧。我买了两个 YSL 的唇部的产品，一个呢是他们的一个限量的，叫做 Gold Attraction Edition Rouge Berry Patrol。当时第一，它这个瓶子我就觉得哇，跟我所有的 YSL 都不一样，就是跟那些外面的妖艳计划非常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管子，然后前面有一个是带金粉的一个 YSL， 但是它会掉啊，好像感觉还是会掉一点。哎，这颜色跟它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我试一下，它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豆沙色，但图片上比较紫，我是看中它那个紫我才买的。好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日常的一个粉嫩的颜色，不过膏体还蛮润的，就是我在手上涂起来感觉膏体还是蛮润的。那另一个呢，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限量的系列的一个唇釉吧。这个主要是它的颜色真的太好看了，我现在就是我还想得起来，我就这一单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它看的就是一个死亡芭比粉的唇釉，但是它是一个很浅很浅的，它的罐子也是跟以往不同，它罐子就是银色底，然后黑色的，然后上面写这个 YSL 的一个瓶子。我当时看到网上的试色，我就亮，带有那种紫调偏光的，所以单独上嘴的话呢，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单独上嘴的，单独上嘴就是一个死亡芭比色，但是叠加在其他的唇膏上，我已经预见到它很好看了，加油，它一定会好看的，给你们看的 The Ordinary 家的有多少。这是我在 Feel Unique 上面买的哦。不过呢，在开始跟你们讲之前，我要把我做的笔记拿过来。这个笔记呢，我是怕我到时候用的时候分不太清楚他们哪个东西是哪一个，毕竟他们取名呢就是很清纯不做作啊，就拿成分来取名。所以呢，我在这个标志上面的话有写它的成分，然后它的效果，以及它要什么时候用，就是在什么水前啊、水后啊、面霜前啊、面霜后，就会写的比较清楚。到时候呢，就算要试用要讲啊，或者说我自己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好吧，一个偌大的 The Ordinary 开箱开始。我感觉如果我早几年碰到的 Ordinary 的话，我的 Fecamba是很厉害的，因为呢，我为了做这个牌子的功课，我真的一个词一个词去查，然后还专门去查 Wikipedia， 专门去查所有的东西，来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呢，叫做 Magnesium Ascorbyl Phosphate 10%， A Brightening Hydrator with Stabilized Vitamin C Derivative。哎，应该不是这么多 derivative， 妈的，来意大利之后呢，英文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本来英语就没多好，我觉得他们的包装就是非常性冷淡的那种，但我不觉得这个包装真的有哪点很烧到我。但是呢，如果说他们的东西真的很好用的话呢，我是觉得反正又便宜，如果又猛腰又好用的话，有什么不行的呢？第二个呢，哦，这个我认得，就是烟酰胺10%加锌1%的那个精华，那他们的包装好清新不做作。平衡皮脂，疏通毛孔，白天以及晚上，或白天或晚上，在面油或者面霜之前使用。那么呢，我就把这个小标签就贴在它后面，这样子的话，我用它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个什么功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要买的 Ordinary 的朋友啊，我是真的很建议你们去买点这种标签，不然我觉得你自己都会忘了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第三个呢，是 The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 Plus
hyaluronic acid 天然保湿因子的，然后是补水保湿，白天以及晚上在护肤的最后一步使用。第四个是caffeine solution 5% plus EGCG， 就是那个眼部精华，就是绿茶多酚跟那个咖啡因的那个眼部的精华。这个好像是比较唯一一个针对眼部的一个精华吧。改善眼浮肿是在白天以及晚上，然后面油或者面霜之前使用的。最出名的 Buffet 就是十全大补精华，其实它应该有专业的学名，不应该叫十全大补。每个牌子如果有一个那么高机能的产品，人家都叫它十全大补，是补就有点过头了。是所谓的十全大补，其实就是多重胜肽抗老。嗯，但是呢，它就是因为比较全面全效，所以它的针对性会相对的没有那么的强。它是抗衰老，然后全面修复的一款。这个是 Matrix 10% plus hyaluronic acid。我觉得就是开箱，我觉得以后就算每次用它一次，我都要巩固一下自己的英文啊，不然我永远不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讲都不好讲。100% organic cold pressed Moroccan argan oil， 就他们家油的系列也是有很多人推，我觉得他们家基本上都很多人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做功课的时候就很困扰啊，这个也很多人推，那个人也那个也很多人推，我就选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那种功效的，所以基本上维 C 和抗氧化这两个我基本上是买全了的，基本上我不记得我没买全了。他这个就给我就是想买的原因呢，主要是他头发也能用这个argan oil， 他说头发也能用，我就觉得就算如果脸上我用不喜欢的话，可以往头发上抹，我头发很干的。下一个 vitamin C suspension 23% plus hyaluronic acid sapphire 2%。好像是个乳液 Marine Hyaluronics， 就是海洋透明质酸。这个很少功课，我基本上没有见到什么 很多功课，但是透明质酸这个比较 pure 的一个那个透明质酸，我就想说可以拿来就是试用一下，说不定它的保湿效果意外的好呢。高度保湿补水修复，在cream 之前使用，白天和晚上都可以使用。哦，它这瓶子真的好冰啊，它到底在我那个大叔那里停了就是放了多久，它瓶子会这么冰，就好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一样。 B oil 这个是我真的完全没有找到功课的一款，就完全没有人说它的功课，所以我就更好奇了，我想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不火才没有功课，还是说它是太新了就还没有人就是用它有感受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才买的，猎奇心态买的。它是增强皮肤光泽，然后去敏感，然后白天和晚上都要用，然后是用在水肌的 lotion 或者水肌的精华后面的。现在给你们讲那么细也没什么用，我自己也没有用过，就大概把我做的笔记告诉你们一声。那接下来这个呢，好像是视黄醇吧，Ascorbic glucoside solution。当年的化学老师到底是怎么觉得我的化学学得好的呢？我明明连这些东西我都读不出来啊，但是他当年真的是觉得我是班上个很神奇的存在，是不是已经感觉买的非常多了？我也是这么感觉的。Ascorbic tetraethyl palmitate solution 20% in vitamin F。这个我好像记得，因为它这个的功课还是属于挺出名的。但是脂溶性维 C 和维他命 F 抗氧化美白，白天或以及晚上用在水肌产品之后的。如果当年真的学习啊，有跟研究护肤品这种韧劲儿，我今天就是学霸了。100% cold pressed virgin marula oil， 马鲁拉油，全天可用，保湿修复，用在水肌后，然后身体也可以使用的一款。我觉得油类的产品呢不错，而且它因为我很爱按摩，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拿来当面部或者身体的按摩油，这样我觉得那很不错啊。 Bargerillum solution 10% targets the appearance of dynamic facial lines。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就是对抗动态纹的，就是表情纹这种，就是你在做表情的时候会形成的纹的。我记得这好像是五胜肽还是六胜肽来着，是六胜肽是属于抗皱抗衰老修复动纹，然后白天和晚上使用，在面油面霜之前使用。我是感觉我是静纹比较多，就动纹其实稍微的没有那么多了，因为我当时呢就是对说怎么五胜肽六胜肽差了一个数字可以差这么远的。 Hyaluronic acid 2% plus B5 也是一个很网红的产品了。其实你要评价它是不是一个网红的产品，你们去那个 Ordinary 的官网，它只要有中文翻译的就是网红产品，就是如果是全篇英文的，就是可能在对于国人来说没有那么出名的产品。然后有 Hyaluronic 的话呢，就是保湿补水修复，这个也是日夜可用，在面油或者cream 之前使用。 Alpha Lipoic Acid 5%也是一个美白的产品，是5%的阿尔法杠硫辛酸，是抗氧化抗老化，一周用2-3次，然后是晚上使用，在水肌产品之后使用的一款。这是 100% plate derived 我应该读对了吧， plate derived squalene， 就是植物提取的角鲨烷。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很喜欢哈巴的那个角鲨烷，但是那是动物提取的角鲨烷，可能有人会觉得很不环保，但是我觉得在护肤品方面的话呢，用在脸上的东西我也不在乎它环不环保的，你们可以抨击我这一点，但是我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动物实验是有动物实验存在的意义的，因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美宝莲还是什么牌子在五六十年代做的睫毛膏大面积致盲事件。所以呢，我看过那报道之后，我觉得比起我去瞎，我还是更支持动物实验。然后在 Feel Unique 上面买的最后一个The Ordinary 家的产品，我他妈是不是买重了？哦，没有，看错了。Lactic acid 5% 的 hyaluronic acid， 哦，这个词真的会堵到你舌头发进去。这个是去角质的，5%乳酸加上2%的透明质酸，主要针对是去角质，建议在晚上使用，在面油面霜之前。接下来的话呢，是我在那个The Ordinary 的官网上下的单，因为那个 Feel Unique 上面有些东西不全，然后我当时已经下了一单了，我就不想说就是再去 Feel Unique 上面凑另外的单，我就直接把剩下想买的没买的我全部都在The Ordinary 的官网上买了。 Ordinary 它发货很慢，但是寄的速度很快，好像他们很多地方都有仓库吧，我这个是英国仓库，就是寄过来的。那么我在他们官网上买的这个呢，是Ascorbic Acid 8% plus Alpha Arbutin 2% 是什么 Water Free Stable Solution。 哦，我买了一个这个，这个是 100% L Ascorbic Acid Powder， 这个是一个上面写的是Fine 325 Mesh Tropical Powder， 我之前有听说过377跟325其实是属于一个族群里面的那个产品，所以 assume 它是有美白的效果的吧。我在就是 double check 了之后呢，我就是之后在功课的时候，我用的时候，在功课的时候再仔细的说。我现在就是给你们做一个开箱。这个呢是 EUK 134.1%， 这个我好像在网上呢没有找到说什么时候用比较合适，但是他说的是清除超氧自由基，也是个抗氧化的产品。我觉得在美白里面啊，对我来说就去黄，然后就是抗氧化比较重要，因为我是对于那种让你的脸今天白度明天白了度那种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觉得一个皮肤最白的状况其实就是你皮肤最健康的状况而已，所以我不会说很追求那种强效美白白成一道光，我就想说办到我皮肤能办到的最白的程度就好了。但其实我好像也真的没有那么追求白这件事情。又是一个不会读的 Affiliated Ascorbic Acid 15% Solution。 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他官网真的会写得很仔细，他会把注意事项啊 pH 值啊就有什么没什么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混用什么东西不可以混用啊，他都会说得很清楚。所以就算是新手的话，你稍微注意一点，都去看看他们官网上的一些指南的话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次的购物经验来说，我觉得的这个叫什么呢， The Ordinary 这个牌子的话呢，你还是比较适合去官网上面买，因为资讯比较丰富。Green Active Retinoid 2% Emulsion， 这个好像是视黄醇的，视黄醇，这个是好像有2%视黄醇的一款。下面呢，这个是一个油， 100% Organic Cold Pressed Rosehip Seed Oil， 以及最后一个东西是Resveratrol 3% plus Ferulic acid 3%， 这个是白芦荔醇跟一个什么来着，阿魏酸，都是3%的阿芦荔醇跟阿魏酸，好像也是一个美白的，就是抗氧化美白的，好像没有提美白，但是上面写了抗氧化，基本上你抗氧化做到位的话，你人也就白了。一个丧心病狂的 The Ordinary， 还有就是我的 Feel Unique 上面的一些开箱，以及一些七七八八的小开箱，就到此结束了。这个就是我在旅行前的最后一次开箱了，你们好吧，我们明天再见，拜拜。